南港岛线通车，带动鸭脷洲对外交通便捷度大为提升。区内其中一个年轻住宅项目日南，2022年入伙，距离港铁利东站 A1 出口只是一分钟步程，前往金钟的车程时间只需十分钟，瞬间接通 CBD， 对于港岛上班一族非常方便。日南只建有一座，提供约138伙，主打实用面积180多至330多平方尺的小单位，间隔分为开放式及一房，全数采用开放式厨房设计，大部分单位配置露台，另设有四伙高层特色单位供选择。景观方面，单位有机会望到香港仔避风塘一带海景。住在港岛南区，当然要享受海天一色的悠游生活。钟情扬帆出海的附近有深湾游艇会和香港仔游艇会，喜欢海洋生物和水上活动的首选海洋公园尽情玩乐一番。同时项目亦设有小型会所，住户可以在私人空间享受闲适。起居生活方面，利东村和海怡半岛分别设有民生商场，加上物业所在的鸭脷洲大街出名多美食店，亦齐集超市和商店，生活机能充足。另外，一站之隔的黄竹坑站上盖大型购物商场 The Southside 正式投入服务，占地约51万平方尺，汇聚约130间商店和餐厅，将为港岛南区居民提供一站式休闲、购物和娱乐体验。